还有三个。我真的很想很好奇，那三个是不是常常重复的人？可以啊，最后交交的就是三个。好，来各位，先来看题目，你们选多少？答对了。耶！有，那 C 为什么要选？因为是你一直到龙虎将，你一直自由都可以导电，所以 E 带跟水龙片带都可以导电。然后猪也是你一直到龙虎，水龙片带可以导电，对不对？有。最后这个为什么不能导电？它是固态。固态，一直自由嘛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答对有哪些，请看。耶、yeah. ，好，十五组。哇，第一耶。十二。全对，全对吗？全对，全对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全对。优秀。哎、欸，刚刚没有骗你，骗我。好，骗到哪里了？你刚骗到哪里？第四组。哦。哦，第四组上，他就直接到，就跳过十二、十五、十，其他都跳过。十二、十五、十，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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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。十二、十五、你们在想为什么我平常都要拿不同的色？大家才有区别呀。对，就是我上一次讲过，这次不对。我有。好，来。